三千块就是你们的，两位还有几两队，你们特别注意魔王露露原因不是因为他懂得歌多，而是长相。不是，长相的那个人很好看，很多人。那真的他最适合了，对，我三个里面他最适合。能力的色，他这一组很强哦。那不是我也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守住了，这个是扣你的薪水的。好，一开始没讲。上去，哦，这样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加油，来选择题库，有所有两个，左边那个第一个，上面这个对，二，好 ，OK， 挑战开始。 没有错，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。好险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他已经习惯了，我们已经赢了一半了，气势不能输啊！好吧，请出第一题来。好。来，孤单北半球。 因为露露没有孤单北半球，他有那个内衣之后就有了。对啊，我至少孤单南半球吧。主要是好，恭喜获得3000块钱奖金。我们请魔王要尽力哈，加油！我尽力，我会尽力的。他会，他是手速比较好，手的速度。 动作怕够快，反正先举就对了。好，一定会的啦。好，下面到题目，请出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不起，人家在答题，人家在答。他在请票，先不要。我们明仔再过来。嘿，明仔再过来。明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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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仔再过来。哎，我们可以开抢吗？好，来，请回答。七情男猪喊，好，七情男猪喊，恭喜答对。 真的是这边，真的来，要起鸡了，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失恋无罪，失恋无罪，阿弟的歌恭喜答对，没有的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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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失恋无�罪，失恋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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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罪，
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可怕，而且你知道，你手出一题好像胜过小孩。而且哥，不是，你知道你真的高处，然后外面一堆眼神看着我，想说你又撂了3000块，你又撂了。好了，这一套题目不容易哦，请出题。 好，来给答案。那个丸童的那个 spotlight 哦对，spotlight 确定 spotlight 确定吗？一定要给我们这么难看吗？对对对 spotlight 哎，麻烦 spotlight 打在露露身上。这一项是 spotlight 吗？是 spotlight 是 spotlight， 恭喜又答对了。 恭喜又对了，下一道题目现在已经拿到9000块钱了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0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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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一句成功求救，手两劈，那一句都没出来，来那一句，下一题 ，Go。我请你给我感动。哦，我知道，抖音哥，你的球馆对我打了烊了，对。抖音哥，我真的抖音哥，我的球馆真的没有为你打。先举手，来什么？好，什么歌名？你的球馆为我打了烊。等一下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嗯，他刚说为我打了烊，又为我打了。我们要更正，我们还没有确定答案。更正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讲清楚了，打烊打烊，敢不敢来讲？来来来来讲啊！打了烊，我问他几点打烊？好嘛，九点打烊，十点才打烊。那个烊字怎么写？恐怖。火部加一个羊，确定喽？确定，要讲了，确定。因为酒馆有火部，确定哦。对，一个火在一个羊。嗯，你太像为难人家了。我们也恭喜答对六个。你的酒馆给我打了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。下一题 ，Go。像个傻瓜又如啊，那个性爱成瘾哦，对对，性爱成瘾，是那个 Ella 的歌，没有爱活不了了。我想说怎么讲？性爱成瘾不是？答对就算了。性爱成瘾，还会唱哦，恭喜又赢了，总共获得多少？15000。哎，你们手一下，我手他们，我有手了，速度太慢。他们在那边，哎，他们平常不住在钱柜里面的。后面就是你的贞洁牌坊，你真守不住吗？撑住啊！来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什么都没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。举了，露露举，歌名是什么？露露举了，这边唱下去，没关系，他答错就有。我们知道了，不要再想了，不要挣扎了。我已经有定水了，我真的知道，先哥，我真的知道。蹲唱小心，因为观众有八字青。最后3秒，好，2秒，1秒，
一秒，时间到。好啦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拼了，拼一道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拼一道，拼一道。死都要爱，不可能吧？输也要输得有面子，死了都要爱哟。谦哥，谦哥，谦哥，怎么样？事实的撒娇。因为哈，我们是在同一条线上，平常我们在这边。我们现在是在同样的船上，他们我们这样一提错就是3000块出去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你至少给我中间一个。没没没，这个扣的薪水是你。是你做大家的啦，大家的。五个字，切割切割。三二五个字，一给他。好，火烧的寂寞。火烧的寂寞。他们太辛苦了，搬回来自己过来。你看哦，已经18000出去了啦，很多钱呢，真的很多钱呢。谢谢，好羡慕哦。谢谢露姐。